找寻的食物，他的目的是为了带着食物，带着食物回去喂养着他家的宝贝。回到巢洞后呢，宝贝在等待着爸爸妈妈赚的钱，给宝贝们学习，给宝贝们有健康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在山洞，在山洞，哇，有着小白兔，小白兔呢，天性就喜欢自由自在的鹿。一路我们就会想到12月24号晚上的时候呢，圣诞老公公沙漠里面，大家所熟悉的骆驼，这里旺旺小丑有没有？还有土石头三个，蜘蛛大家，阿公阿妈时代的闹钟，公鸡，哦，今年也是今年啊。走，知道在说是什么店的，赶快举手。首先请的男兄弟，超人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恭喜！妈妈举手知道，来，请回答。哎呦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哦，回答，不是科学怪人。而且他们在月圆的时候，有知道的请举手。你这么快就知道，来，请回答。